行吧，可是万一我答应你了，你又反悔怎么办呢？况且我都不知道信在不在你手中。三娘这回信了？我信了。哎，幸好我反应快，你也想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不给！还给我！干嘛？哎，拿走！哎，还什么还？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你抢什么抢？拿一件抢！合着还是你吃亏了？那可不，虽然我们两个有婚约在身，但是快点，我跟你说，如此这般，有什么轻语？恬不知耻，彼此彼此。